他又有钱赚，何乐不为啊？我们就当作是做善事。你要干嘛啦？打我！为什么不打我？打我！打我！放手！打我！这边！这边！不要！这边！你要干嘛？杀我啦！你走开啦！你笨蛋！打我有钱了，我很多钱，我全部给你！啊！有钱的！笨蛋！Welcome, Fish. 我等你很久了。是个大白痴。玩够了没有？跟我走。放！这个温室娃娃，重看不重用，小小的挫折就把你击倒。告诉你，现在你不单输给你的父母，你还输给了全世界，因为你输给了你自己。就闭嘴！你以为你自己比我好吗？你家里面的事，你搞得定吗？你连最基本的回学校读书你都办不到了，你以为你一个人到底可以撑多久啊？我可以。争气一点，温室娃娃，站起来重新做人。你管我？你真的要管我？没错，不管我多颓废，不管我多堕落，你都会管我。我优雅语，说到做到，我管定你。好，说话算话。我要见论，我要见你的灭绝师太，我要跟他约会，我要他做我的女朋友。你不是说要照顾我的吗？你不是一直把他推给我的吗？好嘛，你就让我跟他在一起嘛。有了他，我想我会重新做人的。怎么样，后悔了是吧？行了，这卑鄙无耻的贱娃娃，你不要欺人太甚哦！住手！你等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要上车。啊，现在女生真是的。在，你叫邢旺来干嘛？
他其实 ，Fish， 你不是有事情要跟 Noon 说清楚吗？秘诀师太，我觉得你还是跟秦望在一起比较适合。我们不是兄妹了吗？那当然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说？你不要这样子嘛。虽然我们不是亲兄妹，我还是把你当成妹妹一样啊。兄妹哥哥对我一定会祝福你跟行旺。你走开！你走开！刘亚瑜，我告诉你，你有权利不喜欢我，你可以避开我，你可以不理我，你可以当作从来都没有认识过我，但是你不能强迫我喜欢谁，就算是我爸爸妈妈也不可以。我不会喜欢行旺，在这世界上，我只喜欢一个人。但是，尤亚宇，我喜欢你。你说着，我听着。你，就算你避开我不理我，我会一直等你。除非你从来不喜欢我。你的忧伤大于。我真的是这样，我会紧紧的走开。除非你真的不喜欢我。想到自画的隐隐痛彻，就因为爱没有规则，所以心痛。我去了，但是我存在着，不喜欢你。追他，你听不懂吗？弟兄，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你何必要在乎我做什么呢 ？OK， 就算他是你妹妹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怕他？怕我？还是怕你自己？他的心重要，还是你的目光重要？我看啊，是你的自尊心最重要的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。尤雅云，你一直不敢坦然面对自己。你看看人家女孩子，敢做敢当，敢爱敢恨。你呢？你什么都不敢。先管好你自己，再来管别人吧。